游戏，然后跳拉比赛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分成两个组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分一半就行了，这位这边呢会是第一组，然后呢这边是第二组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准备一下，但是呢，等一下在屏幕上呢会有就是题目，然后呢，韩寒姐妹呢这边会帮我们念一下题目，然后呢念完题目以后呢，上面会有不同的答案，就是如果你们的组知道答案的话，就大声喊一下你们的组号，所以就提醒大家，就是喊一个组号，不要喊答案，为了保密嘛，所以呢，就是对，准备好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先弄一个练习题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开始，就是哪一个组答的题对的，就是最多的呢，就变成了今天晚上的winner。大家都明白了，今天晚上的
错了。蓝色，颜色是蓝色，蓝色，对对对。